叔叔带你去佚佗，搁买玩具熊给你，好不好？好，但我不要回去哦。王小乔，你真正袂当伫我身躯边，若无最后你一定我拖累着。坏叔叔，你骗我，我讨厌你。只要爬上去就可以出去了。哎，小朋友，小心啊！啊！无惊无惊，无代志哈。阿姨给你扶好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今仔日我一定要用上完美的姿态，把当家气象主播这个位置提落来。廖萌姿，这久无看。朱晴天，想看这个时段的我做事。醋椒啊，就应该乖乖吃豆干啊！你竟然笑，想要吃蛇？你给我点起！五年前的朱晴天是一个弱不禁风、又在被人欺负的人。不过今仔日你再给我卡一下，你就无分数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油啊，应该是扣得差不多啊，刷落来，甲粪扫扣起来就好。哎，小朋友，小心啊！啊！紧放手啦！你无看到囡仔惊到我一跤叮当啊？伊是直接给我嘞，对，好像是直接给我嘞。林世明替我约陈忠祥甲万条万，我要甲应该签的小郑万忠清。这是我计划的头一步，后面我阁传真侪好戏，等你头面看。不会哦，竟然这么紧，都插到王一林的下头。当初你用我这气力，要提王一林的性命嘞！你当初是我身躯爆炸大，我把万丈的阻挡落来，把你的囡仔救落来。万朝爷，大家有这个胆识吗？你跟阿公，你现在看到不是五年以前那个单子。姐妹，你今日开始，咱就是同事啊，恭喜你！明明我拄才播报实力袂输给朱晴天，是安怎这个时段会换作是伊？醋椒啊，就应该乖乖吃豆干啊！你竟然笑想要吃蛇？你给蛇吃去，是多好呢？你给我点起！五年前的朱晴是一个弱不禁风、又在乎恁家己，不过今仔日你再给我卡，你就无分数。